到今天是我们叫第八次解除戒严黑客松，听起来超严肃的，对不对？其实是一个巧合啦，因为我们的黑客松名字都是用台湾战后的一些历史事件，像上一次是什么？上一次是劳动基准，然后我们按照那个时序下来之后，这一次差不多就是台湾戒严的时候，对，那绝对没有影射现在发生的任何社会事件。好，那基本上今天大家有来这边的，应该都稍微知道 GEP 在做什么。所以我可能就不需要花太多时间 跟大家讲。那大家可能看过这个 bin chart， 就是说啊，这个投影机颜色又不对了，糟糕。好，那基本上是这样，就是说我们接了好几个不同的模式去做事情，包括什么呢？开源模式，我们写软体，然后把这些软体通通都开放出来，让其他人可以来接关，可以来 contribute， 可以来一起贡献。好，然后我们开干，我们就直接去解决我们遇到想要解决的问题。好，然后最后我们就会开花，可能是开太阳花，可能是不知道。那最近这个图被那个 AU 改了一下，变成群众媒体，本来大家以前觉得是 Wikimedia， 结果现在变成大赏花了。然后我们知道那个 Wikimedia 的 logo 刚好是一个太阳花嘛，不知道为什么。好，那这一次可能蛮多人知道，就说前阵子在这个立法院外面，中院外面有举办了一个第零次向日葵数位体验。好，那这一份是这个 AU 在 OSDC 的演讲。那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的话，可以待会在 SlideShare 上面看一下。好，然后因为这个活动，这个数位体验营的关系，就非常非常多的人加入，然后就居林也在主流媒体上有出现嘛，然后就是有蛮多的可能对这样的社群也都蛮有兴趣的，就跑来路过这样子。好。那可是这样其实对原来的就是社群的文化其实是有一些冲击的，就是像这个是我们的聊天室，主要我们 IRC 上面聊天室的一个概况一个统计。好，那这个图上面最左边其实是去年八月的时候，也就是这个红中球案的时候，然后大家就是很多人刚好跟 Costco 同一天嘛，很多人去完 Costco 就跑去了，然后就有一个立报的来就乱写了一篇文章在 PPT 上就被推爆。然后就很多人突然跑来加入 GEP， 那这个我们称为第一次谢顿危机，就突然有很多人涌入，然后就社群可能就有点开始混乱，就是有些人新来的就不了解这个开干的文化，就说哎、欸、你们怎么不做这个啊？你们干嘛不做这个啊？那基本上这边就是说你想做什么，你直接开始做，那有兴趣的人就会加入。好，那可是这只是第一次谢顿危机啊，那最近这个四月的时候，经过刚才那个数位体验营的时候。更夸张了，就是 IRC 上突然又冒出更多人在讨论事情，然后我们称为第二次械盾危机，就更多人跑进来。那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械盾危机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个《基地三部曲》这个小说。那就针对这样子的，就是我们想要继续维持这个社群很有产出、很有开干精神的文化，要怎么办呢？那就是可能就要靠大家有来参与的人多多维持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文化，比如说现在在。Facebook， 如果你有去 Facebook 的后勤中心的话，现在会有蛮多人会转贴新闻或者是什么，就是说一些可能跟实际要做的事情没有太大关系的，那就会有一大堆这个纠察队就会跑去说请提出一下你要具体要解决什么问题。好，那这一次的活动，我们注意到有蛮多人可能是第一次来的，所以我们就设计了这个紫龙设计的一个贴纸，就是说如果你是。这不是鹿茸啊，这是台湾特有种梅花鹿。不要觉得它是鹿茸又不带啊。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新来的朋友的话，你可以带这个。那如果你等一下在活动过程中觉得无所适从，看起来很茫然的话，就会有下面这个穿着带着台湾黑熊贴纸的人过去招呼你说，哎，你需要什么帮忙吗？或是你想要对刚才提的专案有什么其他有比较兴趣吗？就是可能会介绍你，他可能会认识比较多人，他就会介绍你说，哎，谁已经在做哪一个。相关的发掘，那你可以跟他聊一聊这样子。好，那所以请大家就如果看到这个梅花鹿贴纸的朋友眼神呆滞，然后好像放空的话，就多关心他一下。好，那刚才其实在这边很重要，就是我们要做事情，我们都知道很多问题想要被解决，可是你可能都稍微有一些想法说怎么做。那今天就是一个很好的时机把它做出来。那像刚刚 Koga 介绍了一些基本。的精神跟一些基本的工具，那所以如果你要提案的话，其实就说，就真的是你想要解决的问题，那大家会感觉到，就会愿意加入去解决。那你要把它说得很清楚，你到底要解决什么，然后你初步的构想是什么，为什么这样可以解决你提出来的问题。好，
那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如果你说类似这样的话，你们可不可以做叉叉叉，大家就不会有人理你。我说有没有人要干嘛干嘛干嘛，大家就不会有人理你。好，但是怎么样会有人理你？说，哎，我要做叉叉叉，有没有人要一起来做？好，然后我说有一个具体的方案，就关于叉叉叉这件事情，我认为可以这么做。那要来试做看看吗？大家来就开始做了。那所以，可是通常，其实我们一天这样黑客松的活动，虽然时间蛮短，通常过去的经验都是还蛮有产出的。到下午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些 presentation， 比如说今天的进度。好，那但是通常这个事情都是长期的，就说很多专案，譬如说是立法院相关的啊，或者是现在有政治现金相关的、啊，就是或是开放空间啊、美式豪宅指南这些待会可能会 present 的这些题目呢，其实都蛮久，就说一直长到周一的。好，那所以这个算是很多发掘变得长期的。那所以如果可以的话，你可能就常常更新一下发掘最新的进展。现在如果有人要加入的话，可以做什么事情，帮什么忙。好，然后基本上就是让大家知道现在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所以当有人有一点空闲的时间，他就可以随时加入一下。然后他如果忙了，就可以离开一下。然后就大家的贡献是可以累积起来。那其实在这个活动，或者说这个整个社群啊，大家如果注意到 Facebook 的那个社团已经超过4000多人，其实有点恐怖，对不对？其实刚开始爆炸，就刚才讲到那个谢顿危机的时候，其实本来社群里面比较长期参与的人，就感觉都蛮紧张的，就说哎天哪，这样子好混乱，会怎么样？那所以就可能要靠大家一起维持这个气氛。那除了刚才这个开干精神之外呢，其实就是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我们要尊重彼此。那就说在不管是实体的会议，或者说网络上，都是尊重别人的一些其他的想法。然后就是我们尽量就是用资讯来呈现一些事情，然后针对人家的提出来的一些观点什么东西，我们不要因为说各种原因去歧视别人，然后别人是一个很年轻的人，或者说性别的关系，或者说其他的种种原因，因为这样子的不是因为他说的话的内容去决定你要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好 ，Anyway， 那今天其实我们就是待会时间应该差不多了，等一下就是请有登记报告在这个 spreadsheet 上面报告上台，每个人3分钟。今天谁帮忙计时？有吗？哦 ，Oakman， 好，那你计时要坐旁边哦。好，那一个人3分钟，超过的时候就会发出什么声音 ？OK， 好，然后专案 present 完之后呢，我们的麦克风就会传下去，每个人稍微自我介绍一下，大概3个关键字，你是谁，你关心什么样的议题，或者说你会什么样的技能，然后可能一句话简介一下，就是不要花太多时间，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自由。找到你早上看到觉得 present 出来最有趣的发掘去参加，然后去聊天，然后就开始工作，然后食物已经出现了，所以等一下就可以边吃边聊。好，那到下午5:30的时候，5:15的时候我们就会 present。好，那所以大概4点的时候，就会看哪一位帮忙去问各组，要报告，也是在 spreadsheet 上登记一下。好，然后就登记，然后5:15开始 present。Anyway， 等一下就会有很多食物。好，那希望大家就是今天玩得愉快，然后把一些心得，或者说如果没有程式码，就是写一些心得，拍一些照片，然后分享这样的精神，这样的事情，然后到写到网络上。好，那我们今天大家可能知道，我们今天这次场地有换，然后就是有很多事情要处理，所以我们有很多人要感谢，包括食物组，食物已经出现，然后还有。重要的人是线路组，那这个名字我就不写了，因为他们都很低调。那大家感谢，就是因为这边的场地，就网络要自己签，然后后来我们发现电力也要自己签，好，所以我等一下会稍微解释一下电力的情况。好，那还有常务组在后面帮大家签到。那这次其实还有蛮多的赞助啊，包括这个是其实这个叫 Bruce， 他之前提出了一个发掘，就是这个公务人员出国旅游考察。那他不是写程式的，所以他就提出这个发掘。那后来台南的这个 Bert， 他就把它就是大概隔了2-3个月就把它做到一个程度。然后他们今天好像在台南会开始做这件事情。那他出了一本书叫做《公司的股权》，然后他跟我讲说，我出这本书，那他们是2个作者，他说我的版税第一版版税全部捐给 GDP。好，所以他捐了50000块，所以我们非常感谢他。好，那我继续。
那还有这次，其实布丁大，因为那个 KKT 现在不用钱了，所以他就没有办法用 赞助 KKT 的方式赞助，所以他就捐，他和 iZero 就一共捐了6万块。好，因为就是今天这个场地是要付费的，然后还有一些食物跟这些设备的费用。好，那再来就是说，因为这个场地的限制哦，那个等一下用电可能会有一些限制，所以目前的设计是说在旁边可以插电。那待会我们介绍完之后，大家会把桌子稍微移动一下，定起来变成分组分组。那那个时候可能会把电力再重新拉到桌子旁边去。好，所以重点是不要乱插电。好，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就是电视上有就是很白痴的人在乱插。好，基本上不是 GV 断电，是欧姆定理会断电，因为插太多就到了。所以那个延长线上面都有用胶带把它我们有控制那个插座的数量，所以请大家不要自己把那个胶带撕掉，不然那个欧姆定理会断电。OK， 好，那所以就是请大家帮忙维持今天这个场地。好，然后刚才讲的用电注意一下。然后就我就不多说，那就请要报告的人，第一组是哪一位上来吧。好，那谢谢大家。